这位小哥，刚才看这位小掌柜的眼神，你才是这儿的掌柜的吧？你说，你们教行把我的男人弄丢了，我很生气，很生气，很伤心，很伤心。一些钱财根本就无法弥补我内心的伤痛。你说，该怎么办呢？你想怎么办？欠人还人，天经地义。我看你这也长得不错呀，不如你剃了他吧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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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吧？师傅，你怎么样？你都抽血了，师傅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给你打成这样了都。就是啊，就是啊。什么打成这样？我这是牙龈出血，上火了。好，好，师傅，出血，出血，出血，我相信你啊。没事吧？哎，师傅，你怎么样？这臭男人！打他！他都能把我打成这样，你上去不等于送死吗？这家伙内力深厚，有几下的功夫啊，有意思。不是师傅，咱们这么多人就这么算了呀？对呀。他坏了咱们的好事儿，怎么能就这么算了呢？就是啊，就这么算了。大伙儿刚刚也都看到了。那满屋子的古董能顶好几个陆家呢。好，这个人我要定了。